羽毛球场地规格，羽毛球场呈长方形，各条线宽均为4厘米，场地上空12米以内和四周4米以内不应有障碍物，球场中央网高 1.524 米，双打边线处网高 1.55 米。羽毛球场地标准，羽毛球场为一长方形场地，长度为 13.4 厘米，双打场地宽为 6.10 厘米，单打场地宽为 5.18 米。球场上各条线宽均为4厘米，丈量时要从线的外沿算起，球场界线最好用白色、黄色或其他易于识别的颜色画出的。按过去比赛规定，整个球场上空的空间最低为9米距离，球场四周的墙壁最好为深绿色，不能有风。二、羽毛球比赛细则。一、羽毛球单打比赛规则，发球员的分数为零或双数时，双方运动员均应在各自的右发球区发球或接发球，发球员的分数为单数时，双方运动员均应在各自的左发球区发球或接发球。如在赛，发球员应以该局的总得分按上述两条规则的规定站位。球发出后，由发球员和接发球员交替对击直指为例或死球，接发球员为例或因球触及接发球员场区内的地面而成死球，发球员就得一分。随后发球员再从另一发球区发球，发球员为例或因球触及发球员场区内的地面而成死球，发球员即失去发球权。随后接发球员成了发球员，双方均不得分。二、羽毛球双打比赛规则。一、局比赛开始和每次获得发球权的一方都应从右发球区发球，只有接发球员才能接发球，如果他的同伴去接球或被球触及，发球方得一分。自发球被回击后，由发球方的任何一人击球，然后由接发球方的任何一人击球，如此往返直至死球。自发球被回击后，运动员可以从网的各自一方任何位置击球，接发球方为例或因球触及接发球方场区内的地面而成死球，发球方得一分，原发球员继续发球，发球方为例或因球触及发球方场区内的地面而成死球，原发球员即失去发球权，双方均不得分。每局开始首先发球的运动员，在该局本方得分为零或双数时，都必须在右发球区发球或接发球，得分为单数时，则应在左发球区发球或接发球。每局开始首先接发球的运动员，在该局本方得分为零或双数时，都必须在右发球区接发球或发球，得分为单数时，则应在左发球区接发球或发球。发球必须从两个发球区交替发出，任何一局的首先发球员失去发球权后，由该局首先接发球员发球，然后由首先接发球员的同伴发球，接着由他们的对手之一发球，再由另一对手发球，如此传递发球权，运动员不得有发球顺序错误和接发球顺序错误，或在同一局比赛中连续二次接发球。一局胜方中的任意运动员可在下一局先发球，负方中的任意运动员可先接发球。三、羽毛球发球规则。发球时任何一方都不允许非法延误发球，发球员和接发球员都必须站在斜对角发球区内发球和接发球，脚不能触及发球区的界线，两脚必须都有一部分与地面接触，不得移动，直至将球发出。规则 3.4， 发球员的球拍必须先击中球托，与此同时整个球要低于发球员的腰部，击球瞬间球拍感应指向下方，从而使整个拍头明显低于发球员的整个握拍手部。发球开始后，发球员的球拍必须连续向前挥动，直至将球发出，发出的球必须向上飞行过网，如果不受拦截，应落入接发球员的发球区内。一旦双方运动员站好位置，发球员的球拍头第一次向前挥动即为发球开始，发球员是在接发球员准备好后才能发球，如果接发球员已试图接发球，
则被认为已做好准备。一旦发球开始，球批发球员的球拍触及或落地即为发球结束。双打比赛，发球员或接发球员的同伴站位不限，但不得阻挡对方发球员或接发球员的视线。四、羽毛球新规，每局比赛打到14平，女单10平先到14分，女单10分一方可选掉加三分打到17分，女单13分或不加打到15分，女单11分，而且只有这一次机会，现行计分制度仍维持不变。男单、男双、女双或双每局15分钟，有一方先达到8分时，由裁判强制休息90秒。女单每局11分钟，有一方先达到6分时，裁判措施如上，在第一局和第二局间最多允许90秒的休息，在第二局和第三局间最多允许5分钟的休息。根据规则，每局中双方可在任何时间要求暂停30秒。